人心的选秀制度，指名制。最想去的是黄队，我希望进蓝队，但是又很害怕，因为前面的压力已经堆叠了三座。如果在小杰队可以翻盘的话，那一定非常有关注点。郭哥新加入了新血，郭哥新快点啦！因为他毕竟带领了三季的垫底吗？我不是，没有垫，只有两队，郭哥只有两队。惩罚。我喜欢这个惩罚。好的。记录我们的水质。塞，太可怕了吧！什么味？哇。我们是复制人，复制脚，复制头，我的比较省球。哎呀，他没事哦，你自己叫我们检查。小敏，你有泡过温泉吗？没有哎，我带你去，上车。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K P W。你在炒别人吃啦！哎呦，对，炸裂求生意，一起炸裂求生意，炸裂求老二，生日快乐求老二！你太突然了吧？为什么是邱老二？因为我在里面排老二啊。哦。哎，你们整齐哎！哎，你选择我们整齐。哎，你们比我们追面还整齐哎！哎，谢谢大家，生日快乐！耶！请进。哦，我要回你啊！飞人吗？飞人。爱五星体，晚安五星体，晚安叶柔中，晚安叶柔中，晚安晚安，太好太好听了吧。郭哥在排队啊！不是，郭哥在排队。排队呢，巧遇大明星。我跟明啊，你怎么在这？可是我没有。你怎么在这？不要挡啊！你怎么在这？不要一直露镜。走。空滚哦。空滚的。妈妈念累了。吃肉肉啊！小杰中午就走了。空棍啊，在那边干啥？在那边。上来真的偏无聊哎。你的老公叫我一道。哇。
间。菜太棒了吧！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回开！喂喂，对，这边要上来呢。你叫我？哎，王子。啊？哇！起来这样算。这么有个大屁屁，这里是摸。放大，还蛮漂亮的。